在了，或许就是考量到这个原因，所以还是决定说我们应该续航力上面呢可能没有问题。哇，这一球打中间方向的飞球，塞勒米奥，张颂恩敲出了胡志伟在中华职棒被打的第一发全垒打。真的是一位很有力量的一位右打者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他两支拳打都是打中间方向的。今天面对到胡志伟哦，两次都是长打啊。这个要怎么说呢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场上继续要轮到打击的是陈家驹。好，现在投手教练 Figueroa 就又上来了。看起来胡志伟是真的还想投啊。好，没有了，还是决定让他下场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在现在胡志伟确定退场的时刻呢，我们也稍微先休息一下，再回到转播现场。贵贵，大家一定也都非常想念在球场的时光，对不对？现在终于要复赛啦，期待我们在一起在球场相见的日子哦！让我们一起在为中信兄弟加油！